这样子。对啊，卖真羊肉，为什么没有卖羊肉？还是羊筋拌肉？我拌筋鸡肉。羊筋拌肉，还要给你，还要给你三百克的鸡肉。你要羊筋拌肉？你要一个羊筋拌肉套餐，还是半斤羊肉套餐呢？羊筋拌肉是什么？羊筋拌肉啊！就把它筋拔出来，然后来拌肉。超嗨！塞车，卡车，卡车。